新时代，新深马。深圳马拉松是城市精神的缩影，是平均年龄32.5的青春之城的城市脉动，是全力以赴拼经济的城市尽头。深圳马拉松2月19号将鸣枪开跑。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we didn't run marathon, so I'm very excited to run again this year. 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适合世界各地朋友们的一场大型聚会。能够重返赛道，特别高兴，奔跑的感觉真好。常见共荣，快乐奔跑，跑出深马的精彩。2022深马线路全新升级，展现深圳新风采。向海而心，感受海滨城市的秀丽风光。生态心和文明心。Shenzhen's an ecological city. 向心而行，见证科技创新，铸就奇迹之城。深圳正在大力推进全面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向美而生，助力深圳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Running is very good for my health, but also good for friendship and love. 一场奔跑，开启城市新征程。深圳总是选择坚定地向目标奔跑。新征程展现新担当、新时代，干出新作为。为深圳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